看到今天展示的这些红豆汤，包括我们现在比如目前一些凤梨的一个上市，那一直从屏东、高雄到嘉义到台南，这些整个都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产区。那这边生产这些罐头产品都相当的丰富。那我想我们利用这样一个机会，跟我们大概全台湾最具特色、最具有知名度，而且业绩最好的我们汉神百货公司一起来合作，就是把这些产品能够在这个店家这边来做一些销售。那当然这样子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采购我们的产品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机会，那刚好利用这个夏天的时间，那这些消费者都会来到我们这个百货公司这边来买产品，那刚好我们这个提供一次货品，把这些产品介绍给所有的消费者来认识、来采购。我想这是除了买到好的优质的，而且这是我们农产品的具有非常高的特色，啊，每个都有得过奖的。不管是有产销比例的，或是有机的，那还有德国，不管是各项的一些比赛的一些产品，我们都一次展出。那欢迎所有的大高雄地区的所有的好朋友、消费者一起来采购。好，谢谢。